Hello， 大家好呀！我祝你好事，可攻受可守，谋上能为美丽善解人意，下能享幽默风趣的遇到。在峡谷中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丽，貂蝉姐姐的妩媚，方昭君的高冷，杨玉环的惹人爱怜。而今天峡谷终于来了一个邻家小妹，当当当当，西施小姐姐终于上线了，四大美女凑齐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太美了！哎呀，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买还不行吗？作为四大美女中最后一名登场的西施，无论是模型方面还是技能方面，简直是堪称一绝呀，皮肤肯定值得入手呀，这么美丽的小姐姐呢，绝对不能含糊呀，哈哈，赶紧上手来一把，饮不尽的杯中酒，唱不完的离别歌，打不够的上路团，死不光的大傻，哎呀，看我家花木兰一个人在上路，三进三出，一路高歌猛进。行了，木兰兄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可以撤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别看我身娇体柔，一推倒，那杀起人来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今天我就要把你们通通烤成七分熟，嘿嘿，多一分算我输。我兄弟这么多，你们就算反抗也是自取其辱啊，嘿嘿，最后不还是得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哎呀，自从用上了这个新英雄啊，真是腰不酸腿不疼，就连杀人都不用自己动手。你看这个后夜在这嘚嘚瑟瑟的，你看我一个技能我就这隋长江怎么吃独食呢？咋回事啊？你吃了你还不让人喝口汤了？得了，就剩这个凯了，后夜杀不着，用你出出气也是行的。哎，我追的不是凯吗？赵云是怎么死的呀？哎，轻轻松松就杀到人家里来了，简直是毫无压力啊！但是就我这个战绩啊，真是不理想啊！我好歹也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法师啊，11个助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队友全是偷狗！哎，别拆那么快呀，再让我杀一个就一个助。还好我手速快，赢了赢了，我可真是太优秀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吧，你们觉得这个英雄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使用心得？快留言分享一下呀！最后记得点个注意啊，么么哒。